本号先撞再说。不知道谁在看我的牌，有几个人应该姓氏吧，介绍一下，我现在两个而已。 Two 玩这个啊，玩丢水球游戏。对啊，好，现在时间是7:05哦，请大家就是参加晚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荧幕前哦。好的，就是请大家来到这个我们就是在外面，有用那个有用鹿锥围好的区域，好，请大家开始往这边移动。
怀线内。OK OK。有没有胶带？我把那个线贴起来。是 OK 啊，那对。站在白线内比较。再去把裤啊。那在等待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个影片哦。这个影片是我们在韩国海警工人哦，他在第二次远征的时候来台湾诉求撤回官场、撤回解雇的影片。哦，刚好这次二次远征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二次远征的哈利斯工人，声援消防员工会的抗争的场景哦。那时候裴宰炯也在现场。那个后面的朋友如果看不到字幕，可以欢迎来到前面，大家坐往前面一点哦。这是他们资方发出来的自愿离退的最后的通知书，3月31号之后，他们就被资方恶性解雇哦。然后这是他们收到这些通知的当下访问了几位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他们就是比较感性的去发表他们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哦。然后这位就是目前 HIDIS 工会的支会长李湘墨。然后这一位是二次远征的时候大家可能有见过面的于富基，也是工会的干部哦。
现场哦，直到现在他们都在光化门的那一块区域，台湾的办事处那边进行静坐抗议哦。那他们也要求经济道的议会要在野党的这些议员们要出来帮他们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哦。但很可惜的，国会议员他们的力量非常的非常的薄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影片带我们回顾了第二次远征的时候，韩国海吉斯工人他们来到台湾，那他们的诉求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就是撤回官场，撤回解雇。大家也看到影片里面刚刚有一位工人说在韩国被解雇了就像是被夺去生命一样的痛苦。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到他们所说的痛苦是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的就是他们所待的海底这个工厂是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情况下，公司依然获利的情况之下，他们依然想要就是正正正的工作的情况之下，但是
永丰余集团去夺走他们工作的权利，夺走他们能够为家庭、为社会奉献的这个权利，所以说他们感到的这个痛苦，哦，所以说我们才会发生在五月的时候，裴台炯这位工会干部，那他的这个就是自杀的这个憾事哦，那。在上礼拜的时候，韩国那边也为裴台炯这位干部举办的丧礼，哈。방금영상은제2차원정투쟁때상황을보여준것이고이그노동자들의요구는그때와지금이같은데요바로해고를철회하고공장폐쇄를철회하는요구입니다그리고방금영상에서보셨듯이하이비스그노동자들은공장을폐쇄하는일이마치사형선고와같다고말하고있습니다那大家应该也可以想到，我们当初会来这里，会在这个地方，在和硕专参加前面静坐夜宿，也就是为了要让裴台炯他的遗愿哦，他的遗愿就是撤回官场、撤回解雇啊、哦。我们也希望说他的家族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跟对待。고배재영위원장의가족들은올바른보상과대책을요구하고있습니다那虽然在上礼拜的时候，哈，公司他已经和那个工会，就是应该说和裴台炯的家属达成了和解，那也为他举行了葬礼，在那个 Hades 的厂区里面哦，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一个葬礼。那我们在台湾这边也用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追思的活动。고배재영위원장의장례식을한국에서치렀고대만에서도대만에서간단하게장례행사를치렀습니다장례식을치렀那，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哈，裴台炯先生他的，裴台炯先生他的遗愿，好，真正遗愿，并不只是得到适当的抚恤，他真正遗愿就是希望海底斯工厂能够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所以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是海底斯工人被解雇满100天的这个时候。我们依然聚集在这里，哦，希望台湾跟韩国的民众跟韩国的工人能够团结起来。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追思影片的方式，让大家回顾一下裴台炯这位工会干部是怎么样为了韩国、为了大家的劳动权益在努力的争取。고배재영위원장의가족들은유족들은단지보상을받는것만이아니라공장폐쇄와해고를철회하는것을바라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오늘은하이디스노동자들이해고된지100일되는날이기때문에대만과한국의민중들과한국의노동자들이함께단결해서이목표를이루어낼수있기를바랍니다Thank you.
都是 HiDis 工人，他们在抗争的过程里头，他们本来也都不会跳舞，是在抗争的过程里头去跟大家一起想一些舞蹈或是一些游戏，让整个漫长的抗争的过程里头，他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即使抗争再辛苦，也要快乐的抗争。所以大家可能也之前也有看过他们的一些舞蹈，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比较非常有趣的一个行动哦。这一部影片是从裴大哥生前的抗争的各种的画面，直到他离开人世，然后到接下来大家可能也会看得到就是丧礼的画面哦。之后要求田仁秀他们，这就是田仁秀，他就在裴宰炯过世之后消失不见。那这些哈迪斯的工人就在厂房前面一直苦等着资方的经营者出来面对哦。那也是裴宰炯大哥他一直从他生前的一个愿望到现在，在劳动解放的这样愿望里头，千丝不如一行，拿出实际的行动来抗争哦，那才他团结起来，劳工才会有胜利的一天哦。
就是陪宅炯下葬的地方哦，韩国的一个民主烈士公园哦。那刚刚那个头像就是他们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始祖金泰一哦，全泰一，对不起，全泰一。기술도많이보고싶고좀이되게많거든요근데이런거다마주못해서미안하고많이도와줘서너무감사하고요보고싶어요저희다른나라에서저희연주해주셔가지고정말많은도움이되고있어서너무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요그리고저희도좀더큰내가수업을이어나가야될계획들이있는데힘내시고저7월19일날대만갑니다저그때만나요저희모르는거맞지만연대해주셔서감사하고요잘부탁드립니다2차원정갔을때그대만연대동기들너무고마웠는데지금도정말열심히계속플레이하고있어서너무정말감사하고요지금저희의투쟁정말꼭승리했으면좋겠습니다투쟁꼭승리해서다시감사인사드리고싶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일단뭐국경을초월해서노동자는하나다왕국의노동자가단결하라그런말을일단실감을하고있고요저희가만일에대만을아직안갔지만대만을가게되면대만의연립분들과함께저희하이디스투쟁꼭승리하도록저또한열심히하겠지만대만동도움을주시게되면정말반드시진행할것같습니다대만가서열심히투쟁하고있는하이디스분들너무고생이많으십니다한국에서도저희도국내에서도열심히하고있으니까조금만더힘내시고모두건강히돌아오세요네동지여러분정말너무고생많으시고요제가그곳에저도가겠지만아무튼동지들이이힘을이어받아제가끝까지이투쟁함께하겠습니다어제대만에먼저가서열심히하고계셨는데다들진짜너무너무고생이많으시고는사통이어받아서정말저도열심히하고오겠습니다非常谢谢韩国的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影片哦，刚刚可以看到哦，他们这个影片拍出的就是从一开始他们持续的抗争啊，到后来陪宅炯过世的这个情况哦，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劳动者的逝世哦，我们甚至要用这么多的集体的力量去逼迫资方，他们才会愿意哦给他一个适当的抚恤。大家可以看到财团他是怎么样去哦去欺压这我们这些劳工，所以说在这个影片里面哦，他们也传达出希望哦，我们不管是台湾的劳工或是韩国的劳工，都能够体会到我们集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没有用这样的影片在韩国也传达出哦，也跟台湾我们的朋友说了很多话哦，希望这个事件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哦。不管是台湾或是韩国，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权益尽全力的来争取。네방금보신영상에서처음투쟁을시작했을때부터배재영열사가돌아가셨을때까지의과정을볼수있고요어그리고이렇게노동자의희생이어쨌든 거대재벌집단속에서어떻게노동자의희생이발생하는지를알수있습니다
那我们现在先请哦，现在就在台湾抗争的那个工会干部、工会的监事金惠仁小姐，先来讲一下他们现在在台湾抗争的这个情况。김혜인동지께서지금대만에서의그투쟁상황에대해서간단히말해주시겠습니다안녕하세요하이디스지의대의원김혜인입니다大家好我是하이디스공하이디스공회的监事金惠仁제4차원정단이대만에온지이제오늘로2주째가됐습니다那我们第四次远征团到今天为止已经来到台湾第一个礼拜已经过去了저번주에는6월30일영풍그룹영풍은행본사에서주주총회가있었는데요거기에서우리는기자회견을열었습니다那我们第四次远征的第一次抗争在台湾的抗争现场就是6月30号永丰鱼的股东会的记者会上기자회견에서영풍그룹의공장폐쇄부당성에대해서얘기했고영풍그룹불매운동을선언했습니다那我们在记者会现场除了说出了撤回官场撤回解雇一直来这个的诉求之外我们也发起了抵制永丰鱼的商品跟他的企业的任何的活动的一个就是抵制的运动哦그리고高雄지역에가서여성군대단체에하이디스상황을알리고연대를부탁드리고왔습니다那我们不止在台北哦我们甚至南下到了高雄跟高雄的产业工会还有各个团体还有 环境团体去做一个拜访跟串联希望在南台湾的伙伴也可以支持我们哦그지역의노조에서도저희하이디스투쟁을지지한다는성명서를발표해주기로약속하셨습니다那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的成果是在南部高雄的工会团体们就是他们一致的跟我们约定了说就是他们会发表一个至少会发表一个书面的声明支持 HIDIS 工人在台湾的抗争哦그리고심원딩역과台北역에서선전전을했습니다那我们也到了西门町据说是台湾的明洞哦然后跟台北火车站这些人潮多的地方去发传单去说出하이디스工人的遭遇哦그리고지금보시다시피후회장집앞에서노숙농성을이어가고있습니다那也在这个现场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永丰鱼集团总裁何寿川家的前面露宿到现在哦저희가이렇게투쟁할수있는것은대만연대동지들이있기때문에가능한것입니다那我必须要在最后再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为什么可以在这边抗争到现在安然无恙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台湾的伙伴有你们在哦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이제지혜정有个人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试图要跟 HIDIS 工会的会长李霄木连线哦那他希望在今天的晚会上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希望可以就是跟台湾的朋友可以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哦但我们现在还在试着用WiFi 连线哦嘿再次谢谢大家那在我们等待这个连线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些台湾的声援团体上来讲一下话연결을기다리는동안대만사회운동단체대만사회운동단체의발언을먼저듣겠습니다哎，现在有没有就是声援团体要上来先讲一下话？먼저발언하실분계신가요？那我们请那个北市产总
理事长，副理事长上来讲几句话。副理事长，好，理事长。韩国工会的工人，你们好。韩国工会，韩国国工会的老板，你要不要吃点饭？还有所有台湾的劳动者，大家好。台湾劳动者，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边，是由于永丰鱼底下的子公司元泰科技无情的解雇韩国的工人100天。오늘여기서영풍이영풍이그룹에맞서100일째투쟁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成如三月底他们在劳动部的抗争一样노동부에서그투쟁을진행하는것과같은상황입니다其实身为劳动者同样的劳动者我们当然知道资本无国界劳动者的国界也是不存在的노동자로서노동자의국제적연대를강조하고싶습니다而且我觉得韩国 HIDIS 工人他们这样坚持的精神本来就是让台湾的劳工认识到所有的劳动权益是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才能换来的한국노동자들이이러한굳건한연대정신을통해서대만노동자들도연대의정신이무엇인지알수있습니다韩国工人带给我们的启发带给我们的学习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台湾的劳动者自己也要有觉醒的한국노동자들이우리에게많은것을배우게해주었고대만노동자들도이러한기회를통해서많은것을배울수있습니다上个礼拜我们其实才去台北市新竹市那边声援了一个工厂他的老板一样是绕跑避不见面台湾的工人当然我们去要退休金去要资遣费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大家看一下韩国的工人他们要的不只是钱他们要的是工作权工作权就是劳动者的生存权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觉醒一起来觉察我们自己的劳动者是不是应该更上一个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先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대만에서도이러한신주에서도이런비슷한상황이있었고노동자들의권리는단지돈을원하는것만이아니라일할권리를얻어야합니다여기까지발표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好非常谢谢北市产总理事长的很真情的发言哦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庄理事长也来讲一些话哎大家好我想这次啊台湾工人跟韩国工人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合作无间来对抗无良的企业来对抗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工人对所有人民没有良心不愿意负责任的企业今天이번사건은처음으로대만노동자들과한국노동자들이국제적으로양심없는불량기업에맞서서싸우는첫번째기회입니다今年三月你们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你们的干部包括北会长也来拜访过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交流올해처음으로3월에와서같이투쟁을진행했습니다虽然我们的北会长已经牺牲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秉持他的精神继续努力继续坚持下去지금배위원장이안계시지만그분이정신을이어서계속투쟁해야합니다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坚持下去我们的诉求总有一天会胜利会成功우리가계속의지를가지고투쟁하면언젠가결실을거두고투쟁에승리할것입니다那我们现在来喊个口号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工人胜利工人胜利好谢谢大家감사합니다
好，谢谢庄理事长非常激昂的演说。那现在我们成功的跟在韩国的李相木会长连上线。한국의이상무위원장님과연결전화로연결해서발언을듣도록하겠습니다회장님等待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诉求大声的喊给躲在里面的合作团听哦。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말씀하세요我们现在尝试用말씀하세요没有声音要接吧要用那个免词的要免词了要用免词扩声器呢他在用什么连线 LINE 还是什么视讯我们现在用非常在用非常简陋的设备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通话的组织김동지가지회장의말씀을다시연결이아니야그럼단계로예예예下一个点好，那我们再想办法，之后再继续用连线的方式来，就是那现在我们就是刚刚已经有两个台湾声援团体先发言了。那我们接下来，希望我们帮我找一点声响。我们现在接下来请在台湾就是为很多社会议题发声的林声响大哥来为我们就是唱几首歌，来表达对于 HIDIS 功能的声援。대만의많은노동자운동과사회운동에참여해주신뮤지션린션샹씨께서발언과공연을해주시겠습니다现场的朋友，其实我来到这里哈，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跟在台北市有关。我曾经有两次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失业的感觉。오늘이자리에참여하면서한가지일을생각했는데요대만시의회에서관련대만시의회에서벌어진일입니다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了捷运车厢的时候我感觉到整个捷运车厢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强只有我把我的工作搞丢了我赚不到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对我的太太啊好抱歉越来越有冲突당시 제가 실업자였던상황에서온경험인데요당시에지하철을어느날타면서지하철에있는모든사람들이자기저보다나은것같고다들직업이있고다들돈이있는데마치나만없다는그런느낌이들었습니다그리고가족들에게많이미안했습니다我觉得失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痛苦对我来说那个经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실업은저한테있어서는매우고통스러운경험입니다你看一个工厂然后将近有800个员工然后同时没有职业然后那个影响的人是有多么的大不是只有这个受雇的人还有包括是他的家人갑자기공장이문을닫았고800명의노동자들이직업을잃었습니다단지그들만의일이아니라그들의그가족들을포함한일입니다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叫做《没头没路》啊，就是客家话的“某头某路”，就是失业的意思。오늘제가첫번째부를노래는메이터메이루라는노래이고실업에대한노래입니다메이터메이루나는뜻은진짜도없고끝이도볼수없는길이라고이렇게그노래의뜻입니다还是分贴分落还是阴贴不是同时这个穷杂表这个杂表金发爱慕片是爱温柔这个林安铁还是有你没事来给你银票都是就走这个穷差表这个银行他差爱没票爱将人听读出你所有故事是多野因此最爱是没关系爱养独独雄狮的有福无助爱金牌一命运变成爱金牌变成长满先给给给还是某天某路爱银票某天某路爱银票还是某天某路爱银票我现在唱这首歌叫《过追》，这是在《林岸》专辑里面，十一年前的有关劳工的一张作品。那在《过追》里面有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要是我们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就会干下一条重大的社会新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人被走到逼急的时候，没有路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干下重大的社会新闻。所以我觉得一些公司财团，你们要进行的社会责任其实非常非常的重，影响这么多。下一首歌，郭追。다음노래는11년전에대만에서벌어졌던어떤사회사건에대한일이고저는이런상황을볼때
재벌이나 기업이 사회에 가진 책임이 매우 크다고 생각하고 매우 많은 사람들의 삶에 영향을 미칠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会唱港都粤语的跟我一起唱啊！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灯痴痴照着醉的英魂的悲，青春的男女不再注意。같이 보내요.
哦，其实那个申翔大哥他以前也是在那个高雄美浓的反水库运动里面，就是努力非常多的一个人。他今天也是特别从美浓上来哦，让我们再次鼓掌感谢他。그 강원섬에서 특별히 공연을 위해서 올라와 주셨습니다. 那我们接下来哈，我们接下来先请我们韩国 IDIS 工人，因为他们现在在韩国有一些最新的谈判的情况，我们请那个李正金先生上来讲一些话。오늘촛불집회이자리에서그이경진씨아이진죄송합니다이진경씨그어그뭐지투쟁에대해그리고어사측이랑그한국에서지금의어떤단계있는지좀어저희한테좀알려주시겠어요那这位是 HIDIS 工会的工人，也是 HIDIS 工会的会员李正谦，对不起，李正谦，木子李，正是城镇的正，谦是谦虚的谦。那他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目前在韩国就 HIDIS 工人还有工会跟资方的就是协商的状况哦。대만노동자들이요반갑습니다台湾的劳工朋友们大家好5차대만투쟁단하이디스조합원이진경입니다我是第五次远征团的成员第五次자리에참석하신대만동지들께다시한번감사의인사드리겠습니다谢谢大家今天来哦열풍이는내일까지성실한교섭을열겠다고합의서에확정을지었습니다根据资方跟海迪斯工会的协商的内容里头有提到十日之内要重启车回官场车回解雇的协商但十日也就是明天算起来是明天七月九号그러나아직도교섭에응하지않고있습니다七月九号是最后一天可是我们的工会的干部们在韩国抗争的伙伴们目前没有收到资方任何一点消息跟邀请啊예정된시간은내일까지입니다我们预定的时间就是七月九号明天是最后一天协商的日子啊내일까지시켜보고다확인해보겠습니다我们会睁大着眼盯着资方直到明天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出来또한배재영 동지입장도표명한다고보도기사도정내보낸다고했습니다신문그냥회사언론을통해서那其中还有一个部分是资方必须针对裴宰炯同志的死表达遗憾这件事情公开发表表达遗憾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做이것또한약속을지키지않고있습니다这也是违反我们协商内容里面的约定啊우리조합원에게신뢰할수없는이런행동을하고있습니다也就是资方这样子的态度让我们工人的抗争没有休息的一天啊우리는이시간부터我们从此刻开始지금과같이现在대만에서는하이디스조합원들이조를편성하여인원을교대하면서영풍그룹이잉크위공장폐쇄에맞서강구하고가열찬투쟁에임할것입니다我们从这一刻起台湾的伙伴跟在韩国的伙伴我们会不断的交替不断的派人来到这里远征在韩国抗争从现在开始直到资方出来面对为止영풍이는지금이시간에도영풍이는지금이시간에도무엇이두려운지우리모든행동과숨어서사진을찍고동영상을촬영하고이사람이누군가확인을하고있습니다지금영풍이또현재또이공론의抗争依然不明就里甚至还背地里偷偷摸摸的在我们抗争
시킬 수 없습니다. 我们对于制造这样的做法，我们工人绝对没有办法原谅啊。 공장으로 돌아갈 때까지 대만 동지들의 열렬한 지지와 환영을 부탁드립니다. 앞으로 대만 각지에 하이디스, 한국 하이디스의 상황을 모두 알리고 가열차게 투쟁에 이어나가겠습니다. 나 제시라이드 컨텐 我们所有的 포착 我们会让台湾的 시민朋友 知道也了解 在韩国的 컨텐的 최신의 状况 让大家关心的朋友 没有所谓的就是台湾跟韩国的 컨텐 有这样子的时空的 마지막으로 앞으로 이어질 우리 대만 원정단을 열렬히 환영해 주시고 지지해 주시길 부탁드립니다. 最后再次恳请各位台湾的朋友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我们哈迪斯工人的抗争啊 구호원부라고 들어가겠습니다. 我喊一个口号我就结束我的发言 조회이간청 撤回广场 조회이시가 撤回结果 谢谢韩国工会为我们带来，就是在韩国抗争最新的情况。那现在接下来我会请我们会长李湘木来，我们让我们说说几句话。大家听得到李湘木的声音吗？大家好，我是哈迪斯工会的智慧长李湘木。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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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韩国持续的为我们第一项诉求撤回官场撤回解雇持续的在做抗争。여보세요네네여보세요네여보세요아저희투쟁을항상지지해주시고하시그대만그연대동지들께감사드리고우리한국에서원정투쟁하신분들계속도와주셔서감사드립니다谢谢所有就是声援我们第四次第五次远征团的伙伴台湾的声援伙伴哦저희한국에서는다음주월요일부터사측대리인과교섭에임하기로되어있습니다那我们在下周一就是下周一是我们跟资方正式在协议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做出一个如果资方他跳票的话我们下周一开始会进行更就是进一步的抗争哦지금입장차이가크지만저희는투쟁을멈추지않고계속교섭을통해서공장폐쇄와정례로문제를해결하겠습니다那我们在这个就是下周一进一步的抗争行动里头也会一边抗争一边寻求跟资方开启协商的这样的机会哦지금광화문서울광화문에서는학생분들이와서한40-50명이와서간담회를하고있습니다那现在在我在韩国的光化门这边露宿的现场有来了数十位的学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分享会哦오늘대만과동시에문화제를진행했으면더좋았었는데
저희 한국 일정이 바뀌어가지고 죄송하다는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是 原本我们是想要同时间同步的在韩国跟台湾两国两地。 举行烛光晚会，但是后来因为跟资方交涉的过程日程上出现了变动，所以现在变成只有台湾的伙伴在举办烛光晚会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的对声援的台湾朋友觉得非常的抱歉。 대만에서 함께 계신 동지들 정말 보고 싶습니다. 我非常的想念你们。 저와 함께 했던 동기들 대만으로 빨리 갈 수 있도록 소송하도록 빨리 끝났으면 좋겠습니다. 然后我也非常希望我被强制驱逐出国跟禁止入境的这个诉讼可以赶快有个结果，我想赶快来台湾。 저희 하이브 지금 보세요. 네. 저희 하이브 지금 승리하는 그날까지 멈추지 않을 것입니다. 끝까지 함께 해주시고 항상 연대해 주시기를 부탁드리면서 이상 마치겠습니다. 那最后想要跟各位伙伴说，海迪斯工人的抗争会直到胜利的那一天为止，所以在胜利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希望台湾的朋友跟远征团的韩国的伙伴，我们一起走到最后，好不好？好。那他说他的发言到这边。 함께 외쳐봤으면 좋겠습니다. 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到最后。撤回完成。撤回完成。撤回结果。撤回结果。谢谢。谢谢。 好，那好，接下来刚刚大家已经可以听到，其实我们在面对永丰余的资方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展现出我们的斗志，然后不断的逼他们出来上台面说，出来面对。现在永丰余的资方他们不敢在台湾来面对韩国工人，他们在韩国用这样的方式，虽然一度在。 一度好像是要协商，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撕毁承诺，让人非常的痛心。 지금 대만에서 협상 원래 예정된 협상을 거부할 뿐 아니라 계속 약속을 어기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但是在台湾的韩国工人会持续在这边露宿，会持续用自己的身体，希望何寿川可以出来面对他们。 계속 대만에서 대만과 한국에서 투쟁을 진행해서 결국 그 거소천이 나와서 마주해서 협상을 할 수 있기를 바랍니다. 那他们刚刚我们在影片可以看到，韩国的工人在抗争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用武道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松懈，继续维持他们的斗志。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那个韩国工人来为我们带来他们在这个抗争的过程之中，就是说具体展现他们的希望继续抗争到底的斗志的舞蹈。 방금 동영상에서 보셨듯이 한국 노동자들은 투쟁을 할 때 그 노래에 맞춰서 율동을 하는 그런 행사를 볼 수 있는데요. 지금 한국 노동자들의 그 공연을 보시겠습니다. 那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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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动作，好不好？对，大家开心的抗争，好不好？好。
那请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做好不好？大家一起动起来哦，可以看着他们的动作一起做，无关方向哦。两倍速度。那个推翻的意思就是要推翻这些吃饱了就跑的财团哦。啊，大家可以给工人一个掌声。他不会，我不知道，不会跳了。那这一首歌的意思就是说，你试着用现在这些钱活着看看吧，你们用这些一点点的钱看你怎么过活的意思哦。那其实这首歌曲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说，要求资方，要求政府应该要提高最低薪资的水平哦。所以他们说，你用这些我们现在的薪资来活活看吧，你活得下去吗？交代去工作，可是老板却没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薪资。那他们一直深信，做一个劳工，只要我认真的工作，我就可以拿到应有的报酬，过一个可以养活自己小孩跟自己妻子的，还有自己的丈夫的这样的生活。可是越是用心的工作，他们发现他们越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哦。所以这个动作是告诉这些资方或是这些不理解工人处境的人说，你试着用我们的薪资去生活看看吧，你活得下去吗？那他们要求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活得像一个人呢、哦。撤回官场，撤回结构，撤回结构。
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我们的台湾的团体也不绕人哈，那我们等一下会请黑手拿卡西为我们表演。那在他之前，我们先请到场的其他台湾声援团体要不要来讲一下话？那个劳动党有没有？我们请那个劳动党的高伟凯议员上来讲一下哈。방금공연안파드리고다음으로는대만노동당의의원님께서발언해주시겠습니다我们分享一首台湾的抗争歌曲대만의그저항가요민중가요하나를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3년前的华龙罢工抗争3년전에파업사건에대한노래입니다这首需要双重翻译我们的劳动党新埔政民代表陈新元会把它从客家话翻成国语劳动党新埔政民代表总之我们会翻成从客家话翻成国语好还有第三支吗麦克风好那就开始吧谢谢试一下声音중력이필요한노래입니다好开始咯龙水天下雨的天气啊下雨的天龙水天你不要等你直接接着比较温暖的是下雨的天气下雨的天气啊龙水落洞爱在身边你就一直下在我的身边비가오는날에너는계속내옆에서있지好我们就这样接着都不要停好有莫退休有莫自遣没有资遣费留下来做留下来做甘共献你呀达标事业的打拼啊做几十年吹过老公你没半点钱在心不甘并不见面奈何了哎突然间我说那么无力感命真的哎西蒙台干不要停一下上一下再一次他想够就不停直接上可이번은그통역없이그냥그감상하시면됩니다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多爱在身边有莫退休有莫自遣留下来做甘共献你呀达标做几十年才够了供应莫半点钱希望大家康生你带非常谢谢劳动党刚刚的歌曲演出哈唱出在这个罢工的时候劳工的心酸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那个黑手拿卡西为我们带来表演방금
그 대만 노동당 의원님께서 그 3년 전 파업 당시 심정을 담은 노래를 불러주셨고 이제는 대만의 사회운동에 많은 연대를 하는 대만 밴드인 헤이쇼 나카시의 공연이 있겠습니다. 大家好，我们是黑手纳卡西工人乐队，我叫王明慧，退休老工人。介绍一下。讲名字啊。我叫耀田。我叫强哥。我叫庄玉林。我们这几次看到那个韩国的工人跨海到台湾来，那种坚持的精神呢，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学习。대만노동자한국노동자들이이번에몇번씩이나바다를건너서와서투쟁하는것을보면서대만노동자들도이기회에굉장히배울것이많다고느꼈습니다这个也印证了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权益是争出来的，天下不会掉下来。그노동자의권리는그뭐갑자기하늘에서이러면빵이렇게내리는거그런그럴리가절대없다우리스스로투쟁하고그얻을수있다고이이거는그것이바로노동자의투쟁입니다我现在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老子搞音乐，就给你们加油打气。이노래는그해석한지좀어렵지만그냥그하디노동자투쟁을위해서노래를부르겠습니다네응원하러네起，有活力，到来路，你学好。
음악을 잘 몰라도 음악을 통해서 싸우고 승리를 거두자는 그런 노래입니다. 接下来这一首是我2009年的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写给台湾工人的。이노래는2009년에사업사건때대만노동자들에게아네대만노동자들을위해서쓴노래입니다我觉得工人的处境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제생각에는노동자의처지는옛날부터지금까지변한것이없습니다这首歌主要是因为金融风暴的当时有一个工会的干部自杀2009년에당시투쟁때도대만노동자한사람그노조간부한사람이자살한적이있었습니다我觉得工人的自杀在这个社会里面它都被个别化了제생각에는노동자의자살은이사회에서개별화된사건으로만알려지는것같습니다即便是 Hi-Days 的这个裴佳久네대만의한국의그배재영노조위원장이든간에社会怎么看待工人的抗争是这个社会的群体到底进步到哪个地方사회가노동자를어떻게대우하는지는그사회가얼마나진보에있는지를보여주는척도입니다好那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因为当时的台湾的行政院长他说因为金融风暴他说政府要有三挺政策政府要挺银行银行要挺企业企业要挺劳工당시대만행정위원장이뭐라고말했냐면대만정부는먼저은행을도와야하고그러면은행이기업을도울것이고그러면기업이노동자를도울것이라고말했습니다可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政府挺了银行银行也帮企业纾困贷款但是企业最后却将劳工放无薪假그래서그러나결국벌어진일은대만정부가은행을도왔고은행도기업이채무를파산하는것을도왔지만기업은노동자의생계개선에아무도움도주지않았습니다我想黑的是情形一样因为永丰余在韩国利用大企业然后一个空壳上市掠夺这样的资源以后他丢下烂摊子就跑掉了제생각에는영풍이나하이딧에서한일도이와같습니다기업이노동자를이용한이후기술만들고발언한것입니다好所以国家到底站在哪个位置大家都很清楚了이일을통해서국가가어디에서있는지어느편에서있는지를알수있습니다好接下来就唱有一天다음노래를부르겠습니다有一天老板告诉我明天开始你休无薪假
心跳。谢谢，谢谢，加油。谢谢黑手娜卡奇为我们带来的表演，他们的歌声总是激励着我们，在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时候，能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团结起来。방금黑手娜卡奇공연감사드리고이노래를통해서노동자들이단결하는데도움이되었으면합니다。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有一些的台湾声援团体的朋友到场，那我们首先请那个。支援 Hi-Dis 工会非常多的中华电信工会的，中华电信工会的秘书长张立芬，那他今天是代理着那个中华电信的朱传炳理事长来到这边来为大家讲话。中华电信노동조합首长以为下雨，위원께서발언해주시겠습니다。大家都非常兴奋。那个齐宏说他要先讲。没有了哈，那个立芬，那个因为朱传炳理事长会带来非常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让他晚一点讲哈。我们来先请那个全关联的那个毛振飞，好，毛理事长，也是我们台湾总陶氏产总的前理事长、荣誉理事长毛振飞，来跟大家讲一段话。일단그공장폐쇄네트워크의그정신리도毛振飞형님오셨습니다。老毛他本来不想讲话哈，一定要让他讲话，是因为哈，我们知道资方不见得有诚意协商，在这边一定有公司的人在录影了哈，希望你们把看到的东西全部跟公司讲。所以这场仗可能要开打了，所以我特别请老毛来坐镇一下，好，然后所以邀请老毛来带一下，来跟大家勉励一下。刚刚他们唱歌的也在讲，他是退休的工人，我也是离开了职场的工人。可是，在职场工作的人更清楚，当你离开职场的时候，你的一辈子不长，你的一辈子真的不长。但是一辈子放在工作里面是非常非常长的，你左右的工作伙伴都是非常非常相处非常久的人。저역시회사를떠난노동자입니다。그런데회사를떠나면떠나기전에는볼수없었던것들을더많이볼수있게되고그때의노동환경이얼마나나빴는지를오히려더잘볼수있습니다。你读书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几年就离开了，你跟你父母相处的时间，父母亲也会离开，但是你的工作伙伴会跟你相处的非常非常长。Hi-Dis工人相处了16年，我那天听他们讲相处了16年，我相信回头看那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같이일한경험은매우소중한것이고중요한것입니다。예를들어서시간이지나면학교를같이다녔던친구들이나부모와의사이는멀어지거나사람들이떠날수있지만같이16년을일한사이는보통깊은사이가아니고아주많은공통의경험들이있을것입니다。前段时间我们带台湾19年前官场的工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时候年纪都大了，但是那些又老又病又残的工人是非常非常团结的，因为他们是有感情的。대만에서10몇 년을 지난노동자들도비록나이가들고병들었지만오히려단결하는정신은더강해진상태입니다。资方永远是人员的。직장을같이한경험이란매우중요한것입니다。我相信今天周围一样有永丰鱼的派来的人在这里收证，在这里拍照。오늘분명히오늘지금행사에도영풍이사람들이와서체증을하고있을것입니다。可是工人绝对会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하지만그렇더라도노동자들은단결해야합니다。같이직장에서일한노동자들은운명공동체이기때문입니다。我们要求永丰鱼真正面对这件事情，好好处理，好好解决。영풍이가이일을해결하빨리나와서해결하고당당히맞서기를바랍니다。当工人有
用生命去对付的时候，要求正义的时候，我相信工人会坚持下去。이렇게노동자들이모여서단결을요구하고생명권을요구할때는이요구를무시해서는안됩니다假如他不出来解决的话，만약나와서해결하지않는다면，我们会血债血还。비록그만약에그나서지않다면저희도이과이는그리고비비비비로비비로네비로이렇게그어투쟁하고승리할것입니다所以我们喊一下口号血债血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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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们会抗争到底我们希望这个结果是好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台湾的工人愿意跟 Hi-Dis 的工人站在一起大家一起加油加油대만노동자들이이일에서끝까지한국노동자들과함께할것입니다이일의결과가좋을것이라고확신합니다好，谢谢全关联的毛振芬理事长哦，他的鼓舞总是让我们能够更勇往直前。那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露宿，在这个地方我们坚持着要合作穿出来面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战役哦。从五月开始，爱丽丝工人就开始在这个地方露宿。비록결과가좋다고해도이일은결코짧은싸움이아니면긴싸움이될것이라고도생각합니다那除了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会干部还有民间团体来声援，那其实我们有一群学生朋友一直在陪伴着他们。노동조합과그노동당간부들이외에도학생들이연대를해주러나왔습니다那我们希望说他也可以来跟大家讲讲话哦，就是哎，来到蓝伟珍，연대하러학생들도간단히발언을하겠습니다我们希望他上来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在露宿在这边的这个行动是非常的漫长，那我们一直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帮忙。那他们其实一直陪伴着爱丽丝工人，那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心情。李军还有那个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伟珍，不过因为我跟韩国一个歌手长得很像，所以韩国工人都叫我阿东，是韩国的一个歌手。제가한국뮤지션악동뮤지션이랑닮아서다들그렇게부른다고합니다其实刚刚前面已经有很多工会干部都已经提过这是诉求，然后还有台湾公运的状况了。이미많은그대만노동자간부가나와서현재투쟁상황을공유하고요구사항을다시한번확인하는경험이있었습니다那身为声援者，其实我就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你们在，只要韩国还有人在继续抗争，我们就陪你们到底。계속이렇게항전을계속해나간다면결과는좋은결과가있고승리할것입니다等一下让我讲话我叫蔡宜君对然后宜君이라고합니다然后我自己其实比较那个是我从他们那时候一月第一次来就已经接触到他们，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会一直来支持他们最大的一个理由，对，所以对，可以吗？就是从第一次来就有接触他们。처음에왔을때부터계속지금이일을이투쟁을함께하고있습니다然后尤其是第三次，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来这边陪他们，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痛。특히제3차원정투쟁때거의매일왔어요那时候我就有承诺他们会长李香木，我有跟他讲，只要他们还有人要来，我们就会一直对，我就会一直陪着他们，对。계속오는사람이아무리많다고해도계속함께연대하고지지할것이라고그때말했습니다对，那因为他们现在三个诉求也完成两个了，所以这代表他们在这边抗争一定是有用的。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加油，我们都会继续陪着你们。지금요구가두가지사항이있는데이걸다해결하길바랍니다好，为什么一定要他们上来？他们本来也不想要上来，一定要他们上来是说，就是从真的从二月，哎，一月还是二月，刚搞不清楚。二月开始到现在，蓝伟珍还有那个怡君，还有包括三奇，都一直陪伴他们。好，三奇待会我会特别讲哈。所以其实像刚刚看到我们很多大头，我们来讲话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希望大家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真的有一群很多的朋友在街头上面去陪伴他们，陪伴韩国人。然后我们刚讲的跨国资本。然后今天工人团结去来抵抗这个跨国资本，只要透过这些朋友的陪伴，然后能够延续到现在。네지금이학생들이원래는나와서발언을안하려고했는데특별히부른이유는처음부터계속연대해주고지지해주고있기때문입니다여러분이학생들을보듯이지금한국여러분들을지지하는많은사람들이있으면계속투쟁을지지전개하는데많은사람들이연대할수있을것입니다好，那接着我要来介绍这位三奇哈，好，我三奇 Hanson，三奇，好，三奇这位朋友哈，从大巨蛋我们，哦，他自己这个调兵，我们也不是我们调兵遣将，他就自己过来这边，好来继续协来进行协助哈。这可能有点复杂，没关系。好，他一开始在那边做的很印象很深刻，他跟靠杯在当那个帮忙我们搭建，靠杯也在后面了哈，靠杯你要不要也上来？越讲会越多人，他们一起搭建了在第三波远征就是的棚子，好的雨棚搭建起来。3차완전한당시에뭐비도없고뭐햇빛이좀너무강해서그래서산치하고그뒤에있는카오베시라는분이조금은그텐트그하기스노동자를위해텐트하고청산그네네치웠습니다패부도봤습니다네패패부도보셨죠네但是他的战绩远远不止于此哈。大家印象中，大家记得在永丰金股东会的现场，李尚业要被警察带走的时候。그리고3차완전단마지막그영풍은행주주총회당시에이상원씨가거의다경찰들이잡혀가는그당시에그순간当李尚业要被警察强行拖走的时候。他被警察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像踢足球一样，美式足球一样，人迅速的把他带到警车里面。他还是李尚彦。李尚彦，李尚彦被警察带到警车里面。이상원씨는그당시에그경찰들이그되게빠른속도로그이상원씨를잡혀서그거의다그경찰그차실려가는그순간에서在那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可瞬间，好了，可瞬间，好了，可对。哦，山崎一个箭步就挡在警车的前面。山崎씨가바로이화면을보자마자바로战斗机器쫓아내고차앞에서바로그뛰어가서我现场冲到前面说：“山崎不要。”哦，그때는막뭐그경경찰차그뭐지그뛰어가서뭔가그이렇게끌일이상원씨를이렇게끌려나나네이렇게할줄알았는데但是没想到三旗迅雷不及掩耳的挡下警车，并且把警车抓住。근데그런거아니고그이이분이그그차앞에서그뭐지그차에그앞에서이렇게막으려고이렇게와이렇게치려완벽잡으면완벽잡으면只见三旗一个大喝，喝的一声就把警车抬了起来。그럼그순간은바로와이렇게차가얼렸습니다据他表示，他把警车前面的那个保险杆捏碎了。太夸张了！现在경찰을체포하려던경찰을이렇게안아서들어올렸어그랬다고三旗。这就是三旗哈，所以哦，好了，但是立分坚持说他挡错车了。근데그거는그용기있는액션이지만근데그차는다른차입니다好，我们来让三旗讲讲话，先大家鼓掌一下，好不好？来。各位韩国朋友大家好，还有现场声援的朋友大家好。
基本上对我来说，我们的行业不要分什么上班族啦，或是劳工啊，或是服务业，我们只要受雇于资方，那我们就是劳工。如果今天资方这么顽固不宁的对待劳工的话，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包括我们在场的韩国朋友们，因为我觉得说，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是劳工，所以我愿意站出来为大家一起努力，对啊。뭐 화이트 컬러든 블루 컬러든 간에 어떤 직장에서 일하든 간에 월급을 받으면서 생활하는 한 모두 노동자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그래서 어떤 직장에 있는 사람들이 피해를 당하건 와서 연대할 생각입니다. 还包括哈，三吉其实从耶稣开始，他也不断的每天在那边陪伴他们哈。然后所以最后哈，我要也不是最后了，这三个朋友最后来，三吉到前面来，伟珍和怡君，你们马上跑掉，伟珍怡君过来，好，跑掉，来，请你们来带大家喊个口号好不好？来来来来，같이구호를외칩시다。伟珍怡君，伟珍怡君，协寻伟珍，我的朋友蓝伟珍，怡君参加什么奥运季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来带大家喊口号吧！超威广场，超威广场，超威结构，超威结构，超威广场，超威广场，超威结构，超威结构。好，大家来掌声来谢谢这三位朋友。其实也不止这三位朋友，有更多的朋友哈。其实他们可能在这个晚会上，其实可能都在旁边，可能在抽烟，可能在聊天什么的哈。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些年轻朋友哈，我们社运的朋友，然后希望大家都给他们鼓励一下，好。그세명원지방금말한세명만있는것이아니라이주위에뭐연대하고있는학생들이많고그들을위해서아그들과함께연대합시다好，那我们最后再请那个声援 Hedis 非常多的中华电信工会的秘书长张丽芬小姐。助理市长他现在人在梨山，哦，没办法赶下来，要我跟大家致意。이사장님은지금그산에계셔서리산이라고센타시아시죠센타네지금안여기현장에계시진않습니다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上次去韩国 Hedis 哈，当时是你们被解雇第23天。我上次去四月份去韩国아그4월에그어한국으로가서총파업참여했을때그때는어정리해고당한지23일을기억하고있습니다好快哈，77天过去了。그리고시간너무빨라서거의어더어77일날더어지나갔습니다昨天大安分局的警员打电话给我어제그어딴경찰청도다시경찰그경찰어경찰이가저한테또다시전화했습니다他说韩国人是不是确定要住在你们这里한국연대동지들이확실히중화통신노조에서있어야되냐고이렇게나한테물었습니다我回答他，我们朱理事长在韩国的时候，欢迎他们到我们工会来住。그때는제가이렇게답했습니다저희이사우리이사장이가그한국의총파업그때참여했을때이렇이미하디스노조의간부들이그리고하디스노동자들한테약속했습니다바로투쟁에오시면저희는그끝까지함께가겠다고했습니다我唯一重要的资讯就是要告诉各位，只要你们继续抗争到底，中华电信工会欢迎你们继续住到底。그래서마지막되게중요한메시지를전달해드리겠습니다만약에하디스노동자들이하디스동지여러분이계속항쟁하고싶고대만으로오고싶었다면저희는중화통신노조는저희사무실하고그리고그빌딩에서마음대로쓸수있습니다再见。
好，我们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来到现场，就是非典型劳动工作坊的林子文大哥，你要讲几句话。可以可以，지금오신분이되게중요한분이입니다그비정규직비정규직을위한그단구구제단체입니다이분은바로이단체의리더입니다네应该上个礼拜嘛，上个礼拜在秋豆的会议上有跟他们见过面。当然，对于他们几次这样的到台湾来，这么辛苦的为自己的权益在奋斗，我想台湾的劳工界的朋友都很支持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第一次来跟到现在，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这个成果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说胜利即将到来，对不对？哎，그러니까저번주에여러분들을만나뵀었는데요그때그회의에서한번보였었죠그때는하이디스투쟁에대해그1차그리고2차3차그리고심지어지금의상황에대해그대충대충다알긴한데근데지금은이번에그알기에저희투쟁의과정에서얼마나힘드신지그이해가됐고그리고요구우리세가지요구있잖아요그세가지요구중에제일중요한거아직이루어지못하는상태에서저희는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우리는이렇게투쟁해왔는데지금바로승리의 기록 갖고있다고믿습니다世界上没有打不破的石头，世上에깨지지않는돌은없습니다。所以继续敲下去，打下去，一定是成功的。그래서같이뒤집자，네，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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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黑木哈，就是现在他手上这是肖告哈，他为什么叫黑木呢？就是他很白木。所以他就取名叫黑木。那因为子文哥在我们官场抗争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在我们凯道普渡嘛，他去推了警察的灭火器，就被判五十天的那个就是妨碍公务五十天。이강아지이강아지이름은미친그런미친새끼이런뜻입니다항상뭐되게나쁜짓을해오는그강아지입니다그리고五十天그리고이강아지의주인이바로이린즈원씨이분입니다이분은그노동운동과정에서한케이스의과정에서투쟁의과정에서그경찰들이랑약간충돌적인애정취해서그래서50날그유기징역이렇게재판결과나왔습니다那在这五十天当中，黑木就我们就帮他开了一个这个专属的相本哈，那这个相本叫做黑木日记啊，就是写信给他在狱中的爸爸。그래서그유기징역그오십날거의두개월정도의과정에서이할아버지가그강아지되게많이보고싶어서그래서우리에어건그다른대만연대정치도이강아지의에어건만들었습니다사진네然后在当年的秋豆呢他也代替他爸爸披上了战袍参加秋豆走到最前面그리고그그감옥에계실때이강아지도대신할아버지대신그투쟁의현장에서갔습니다这就是白木卷黑木的故事，谢谢。그래서이것이바로저희린즈원할아버지와그리고이민신계의그스토리입니다그투쟁의스토리입니다哎呦，好，那个接下来我们两件事情要请大家来做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手上看到有看到我们那个
那个白布条哈，然后在第一次远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起曾经在永丰渔的总部的时候，就一起在一条布条上面写下来去那个抗争勉励的话。지금할것이있는데하나는지금이플랜을보시면이거이거다아시죠네오케이오케이所以现在我们也邀请现在所有的朋友来现场，所有朋友到前面来哈。待会我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来就是写下来哈，你对抗争的一些想法或是勉励的话这样。이거는혹시이자리에서계신그한한국동지말고한국분이도계신다면여기형수마여기와서그하이디스투쟁에대해그응원의말을네네적어주시면감사하겠다고했습니다然后写完之后，请大家一起照张相。그리고그다쓰고나서저희는그단체사진찍겠습니다但是写照完相之后也不要走，因为我们待会会有个游戏，想邀请大家一起玩。근데이형수마쓰고나서단체사진찍고나서끝이아닙니다우리뒤에더중요한게임이있습니다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观赏九宫格。이이이거어떻게설명할지잘모르겠지만 이기구는아홉개의개새끼들이계십니다네然后所以待会哈写完布条照完相之后呢接